So Yushangshang, the very interesting, and I really like the mapping of the Tai Chi and the STEAM education, and all the projects of the student are very awesome. I would love to go to Taiwan to see a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and someday. Thank you so much. Well, Thank our you. second speaker is Teacher Wen from Daoxiang Elementary School in Hualien County, Taiwan. And Professor Wang, Teacher Wang will talk about the secret of success in technical education. Teacher Wang, please, the floor is yours. Okay. 我自己是本来不是教育界的人，那因为做过各种工作之后，因缘际会进到教育界。然后因为刚开始在国小，我是教电脑科技的，那因为在教儿童程式跟开放硬体太精彩，然后才会受到瞩目。之后被借调到教育处去推动国中小的创客教育，那也因为在线上线下的社群活动的非常热烈，所以相关领域的人脉非常的丰富。那我自己不喜欢参加竞赛，但是我得过很多全国的奖项哈，包括从学校经营奖到教学创新以及创客教育的推广奖，还有。国内最著名的亲子天下的教育杂志的首届的教育创新100。那后来我借调到教育处去经营智慧教育中心，成果非常的卓越。那将花莲县的科技教育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那包含将儿童程式100%的落实在国中小，然后还有全。花莲县的师训以及补充全县的创客设备比例高达70%，还有连续4年在全国 Scratch 竞赛的总积分年年夺冠。那我的专长是系统性的思维跟心智图的运用，以及国中小程度的创客的各种技术。好，那我始终相信。我个人的愿景，我始终相信孩子，我希望孩子能够有效学习、终身受用的智慧。那国民教育是孩子的权利，是国家的义务，所以重点应该是在生活能力的培养上面，跟高中、高职、大学的，或者是技教、技术教育，它是有不同的。哦，它不是。非啊、呃，它不是学术探讨或是记忆训练，所有的教学都必须回到以生活的核心，以生活的素养为核心。我始终相信这一件事。那2011年，我是台湾第一个将开放硬体跟儿童程式放在国小资讯政课教学的老师。那后来因为教学太深受喜爱，所以在2016年，我被借调到教育处，开始推展全县的创客教育。那每一年都办超过170场的研习，然后组织我们花莲县的创客讲师团，然后并且在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专案经费的协助下，所有的。受过我们创客训练的老师，只要他想在学校教学，我们都让他可以获得设备的补助。那所以也在讲师团的努力下，连续拿下4年的全国赛的总冠军。那在这4年，在我戒掉了这4年呢，各单位的合作，谢谢各单位的合作，让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全县的125所国中小都能够在学校有开儿童程式的一个课程。那在2019年，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台湾第一个县级的花莲县等级的一个智慧教育中心。
那创客教育推动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有10年了。那10年之间呢，大家都在精进技术，却没有人去注意到系统性思考以及创客教育的教材教法。那量变之后呢，一定会产生质变，所以我们提早了看到这一点。科技教育必须从技术性的教学提升到科技思考的境界。于是我们在2020年在联发科技教育基金会赵克斯计划的协助下，筹备了科技教育的转型，将运算思维及素养导向这样的系统性思考置入在科技领域的教材教法内，让学生不再只有学到纯科技技术，而是能够将系统性思考发展成为自己生活的素养。那目前课程已经准备得差不多，预计今年会在全线做推广。那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其实要成功的话，人的因素极其重要。那这些成功的经验十分仰赖坚强的团队。那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核心哈，包括第一个是核心讲师群。那成功绝对不会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做的，一定是要有一群人。所以我们除了成功核心的讲师团队之外，推动的行政团队以及团队的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讲师团队的经营上，除了给予照顾跟荣誉之外，让新手的老师能够克服障碍，勇敢地站上第一线，跟我们一起战斗，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我就举例，比如说我们曾经开了一堂新的课程，想要邀请郑飞老师让他来带这个课。那一开始新的老师呢，总是会比较客气，所以就会拒绝我。那于是我就耍了一点小心思，我在开课的前2天打电话跟他说，这个课本来是我要上，那因为我身体很不舒服，所以请他帮我代课。那所以基于帮助我的原因，他就愿意第一次帮我代课。那第二次呢，我就借用这个长官叫我去开重要会议的理由，就请他帮我代课。那所以基于帮助我的理由呢，他就愿意帮我代课。那后来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呢，他就很习惯，很心情上就比较不会那么抗拒，所以之后他就会帮我们负责这门新的课。那所以这样，在我们带讲师团队的时候，有时候是需要一些小小的心机哈，然后才会让你的团队非常的具有向心力，然后可以帮你一起承担责任。那行政团队其实最困难的部分是要共荣共辱。那团队 leader 通常站在第一线，比较容易受到人家的关注，因此，荣耀跟光环会集中在他的身上。但是在团队里面协助核销、办理研习这些相关的行政的人员，他们的功劳也是很重大。那所以，他们更是我们营运上不可或缺的助力。那因此，团队的leader 在不能，他是不能独占荣耀啊，必须将荣耀归于团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但是呢，在有状况的时候，leader 必须要挺起肩膀来承担责任。那大长官呢，比如说县长、处长，也应该要懂这个道理，随时协助团队来圆满这个人际关系，所以这一点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那这边我送给大家一个，身为 leader 的重要的思考策略。那这一个思考的策略呢，是古代中国古代的道家的老子的思考哲学。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需要五个面向，这五个面向如果你能够想到推展这一件事情，就能够很完美。那第一个是道，那道指的是你的原理、你的规律、核心跟愿景。所以做这一件事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愿景是什么？方向是什么？
核心在哪里，你一定要先把握清楚。那接下来法的部分，它指的是比如说创客教育，那创客教育的架构，它的内容，好，七年级上到哪里，八年级上到哪里，这个是国家有规定给你的课纲，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容架构的部分。那这个通常我们不太会去改变。那再来是术的部分，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成功失败与否大部分都会在这个环节。这个术指的是各种的战略战术，还有你的教材教法说服的手段。所以当我们面对家长，面对学校，你要如何去说服，面对不同的孩子，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教材教法，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再来就是器，器呢是指一个好用的很好用的工具。如果你能够在推展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找到一个能够把你的效能最大化的一个终极的武器，终极的工具，让你简单的实施，然后就能够获得极大的效果，那你在推展这一件事情一定会非常的顺利。然后最后一个是势，那这个势指的是环境潮流跟时代的趋势。如果现在是一个推展 AI， 大环境都在讲 AI 的时候，那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去推展 AI 这一件事情，那不管是在经费上，在各个单位的支持上，你一定可以获得最大的支持。那这个就是势。那不过呢，如果你要发展的东西并不是在这个潮流上面，你就必须要有英雄造时势的一个方式。那这个东西比较困难，但是不是不可为，那媒体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待万物的，看待万事万每种事情的一个策略。那在课程的教学上因为我是站在一个师培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要设计一个学校老师比较容易师作的，可以直接直达我们课纲核心的一个教材教法。那所以我们也发展了一个叫做素养六步，将教学转化的六个步骤。那利用这六个步骤，就可以很容易的将我们平常的科技课程能够结合我们课纲的核心去让学生有强烈的动机，然后呢也可以把运算思维直接设计思考直接带到我们的课堂上，让学生在学这些儿童程式，学这些创客的3D 列印啊，或是雷射切割，或是一些小专案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学到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然后学到团队合作然后学到创客教育的精神，然后也可以学到自主学习跟后设认知将来可以自己自我成长，那还有创造力的培育，这个就是我们六个步骤很重要的内容。好，那在这几年的推动历程里面，其实要成功还有很多很多的元素，比如说线上线下的社群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花莲为什么会那么成功，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决定，那这些决定呢看似很厉害，那其实都是来自于线上线下社群老师各县市的重要人物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各种社团里面跟大家交流。那也由于我们花莲县将科技教育普及的远大目标跟坚定的信念，所以吸引很多的产官学的合作包括 S4A 协会、科丁联盟、PTWA、联发科教育基金会、广达基金会还有一些国发会啦、趋势科技、电脑工会、佛光东华大学等，还有国内的各个创客的厂商都会来跟我们合作互惠共好所以所以包括 S4A 社团这些东西这些社群都非常的支持我们花莲的教育，给我们很大的协助。那所以之后我们有了能力之后呢，也去协助各县市的推广
甚至是蒙古缅甸的国际的推广的部分，我们也积极的参加了 Maker Fair。 那甚至有些产业，有些公司，它是因为在 Maker Fair 看到了学生的作品非常的喜欢，然后接下来后来才投入这个创客产业。好，那在学校里面要去推动，我是站在县的角度，因为我是花莲县的推动创客教育的主导人，所以在现场，在县长的一声令下呢，我们开始推动儿童城市跟创客教育的部分。那我分享两个例子，在自由民主的台湾，而且那时候国小的科技课纲并没有约束，并没有任何的架构跟约束，那所以你要推创客教育要达到 100%， 儿童城市要达到 100%， 这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那最后我用了两个策略来圆满这个任务。那首先是我在脸书上面做了贴文，那贴文的内容是这样，我说明我们花莲县教育处有多么的用心，申请了各式各样的计划补助，那也协助学校培训了各种技术的创客老师，都训练好老师的。那所以创客教育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儿童城市也是小朋友最重要的能力。那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在学校没有上到这些课，那你可以跟学校要求啊。所以我是在花莲县所有的有家长、有社会人士、有老师的群组里面去抛了这些文章，那这个文章之后，当然我们也料想到那个后果，因为我的脸书还蛮多人看，所以这文章呢马上在花莲县受到关注，果不其然，第二天中午就有学校校长打电话来，他说我们受到家长很大的压力，那请我把文章给撤掉。那我嘴巴上虽然说好，但是还是以手边没有电脑 的原因，坚持到半夜才把文章撤掉。然而因为这个贴文呢，让学校开课的比例大为增加，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后来我们推广到最后呢，还是有 7%， 也就是9个学校几乎没有办法办理。那我们实际调查了他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学校老师校长太安定，有的可能就是快要退休了不想动。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部分花莲的学校是属于偏乡的学校，那因此在偏乡的流动率，老师的流动率太过频繁，那所以即使这个老师很努力的学会，但是呢他可能下个学期又换到别的学校，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那时候在2018年始终没有办法做到100%。那于是最后我们使出杀手锏，我们跟教育处长跟长官商议，我们将这九个学校叫来教育处开会。那结果在开会的时候，当我报告完了县长的政策跟教育政策的坚持之后，我以为处长会扮黑脸去要求那九位校长配合，结果处长扮白脸，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坚定的一一询问校长是否需要我们智慧教育中心的帮忙。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校长纷纷表示可以帮忙，而且真正有困难的学校，我们也派了中心的助理老师南下去协助。那甚至人员不够的部分，我们还邀请科丁联盟帮我们来做教学。所以隔年在2019年，我们的儿童城市的普及率在全县的125个学校都有开课，就达到了100%。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的很重要的策略，比如说将教材简化，找到更好的工具，去或者是研发教材的教法，
补充教学设备，甚至教学设备不够的时候，我们还采用了漂移设备的策略、其他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些都是很棒的，可以让我们能够成功的一些方法。那我们也提供县里面提供全县老师的一个上课的架构，那这个是属于国小的。我们在低年级的部分提供了就是不用电脑的不插电的一个科技创客的概念在教导他们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一些用游戏的方式去教导一些概念。那在中年级的部分，我们带入儿童程式跟创客教育跟开放硬体的部分，还有雷射切割跟3D 列印的基础的学习。然后在高年级的部分，我们就会将重点放在 PBL 的课程去学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好，那这是这个这一招送给各位了，知识型，这是中国古代的学问，我们学习知道之后就要去思考怎么样应用，然后真的去实施跟修正。好，那我的好，那所以我相一直以来我就相信各位如果找到对的愿景跟成功的规律，那离成功的目标就不远。那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Thank you so much, Dr. Wen. That's very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 of the strategy. I really love the way you use this your strategy to help with the substitute teacher to bringing in him to lead the classroom, with the courage. Thank you so much. Very amazing, very interesting issue. So I'll throw up the first question and see are any speakers who would like to answer. You can just jump in and provide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Well,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we talk about the partnership with the community. Well, I'm wondering how can you engage the communities to support the work of your Fab Lab, your makerspace, your maker educations, and who are those partner, and what kind of strategy that you have used to engage the partnership with those organization or community. Well, any speakers would like to answer those questions? 我们跟各界的合作其实就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面。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帮一些社群或者是企业导入让他们进入到教育的领域，那所以我们会帮他看看他们的产品适不适合用在我们的创客教育的教学上。那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会尽量去推广。那所以同样的，我们有了这些工具这些设备之后，我们就可以帮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那还有一些网络社群很重要，那我们的网络社群呢跟全国都有联系，那所以我去参加很多网络社群，那同样的我也会在里面贡献。那所以当我有任何问题的时候，社群里面的老师们或者是伙伴们也都会来协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全国合作的一个很棒的方式。那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多的相关的讯息，比如说哪里有资源哪一个学校可以合作，哪些教授是在这个方面是很有方法的，可以帮助我们。所以网络其实是一个很棒的线上线下合作的一个方式那产业也是一样我的回答到这边，谢谢。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very practical answer for this question. Well, let's see your Professor Richard. You have any additional comment on this question? From 大学的角度，大学可以有很多的资源，那可以来协助跟地方的
makerspace 来合作。但是在台湾大概都是以官方的资源来进行。那我们跟企业还有社区的合作，我们是属于产业跟学术的合作关系。那我们这样来进行研发跟推广，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学术界研究的成果，然后提供给各中学、小学或者是地方的 maker space， 让他们去应用啊，所以我们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以上是我的说明，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answer. Well, we almost run out of time, so let me, Professor Richard, you have anything